在运动鞋还没有穿，有多少问题在追赶，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，转一个弯没那么难，烦恼和这题真的要上班吗？我总是要回公司看看吧。好，那你不要太累，工作慢一点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现在才刚开始而已，你就这么紧张，那到时候我肚子真的变大了怎么办？啊，好啊，那你对。好了。才刚怀孕，拜托你不要上下台。怀孕？不是你你，我打电话吧，我打电话吧。啊，等一下，爸已经知道了。你让我告诉杨一奇。杨一奇也知道了，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。所以你也知道了。昨天在医院遇到他们，而且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啊？没有啊，康叔他也还不知道啊。所以我跟康叔他们是一样的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上去告诉他们。宝宝现在多大？六个礼拜。我，哎，等一下不对，哎，你也太快了吧！六个礼拜，你们不是才刚结婚啊？你们拉鸡就拉到怀孕了？哎 ，boy， 哎，好了好了，去上班。哎，从现在开始你不用进公司，你不用去上班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开始上班啦！最近你帮公司接了这么多 case， 你怎么忙得过来？嗯，那是说好是说好，那时候不一样啊。你现在肚子里面，你又是一个工作狂，不行，你就是回家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跟，啊。你该不要放我整整十个月的产假吧？啊。啊，该不会就是你的计谋吧？你根本就不想我回公司上班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你是我们公司的大将哎。我的意思说，你的头一胎很重要，你要好好的照顾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医生，你说对不对 ？That's right。啊。That's right。That's right。然后回家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哎，小朋友，你阿婆对你好好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哦。回去了。那回去好好休息。Bad boy。恭喜你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对了。这是我给易如还有 baby 的营养食品，记得要盯着他们吃完啊。谢谢。谢谢。那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对了，如果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你还是记得要打电话给我。你放心了，公司最近不会有什么事情，就算有什么事情也有我在。好好，你去休息，快去去去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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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哎，等一下。要不我带你回家陪陪爸爸。
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想爸啊？好，上车。走走啊，陪我去散个步嘛。好，在想什么？不要闷在心里啊。啊，我知道感情是很难放下的，所以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开心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听的。不是，你上次那个攀岩比赛结果怎么样？输了。对不起啊，要不是因为我受伤，我想应该不太可能输了。怎么能怪你呢？你要不是因为救我，也不会受伤啊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很想拿第一？嗯？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包成这样，直接给我就好了。你们医生真的很无趣耶。那如果直接看到，还叫什么惊喜啊？好啦，打开看看。没办法帮你拿第一名，所以就送你这个冠军，是我一点小心意。你送我的奖杯比我自己赢到的还让我开心。对了，我还欠你一顿饭不是吗？那你想吃什么？随便讲。不要太贵哦，我很小气。我想要吃你亲手做的菜。哦，要幽默。不行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做什么就吃什么。好啊。OK。想你啊。
你不要给我灌迷汤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秦明知道艺人会怀孕的，所以不让他上班的。所以你老婆没地方去，你又要上班没办法陪她，就想到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爸，人家想你，你这样子讲，我是逗你们的。好了，老公，你已经把我交给这个幼稚园园长了，你可以安心去上班了吧？好，中午就不陪你吃饭了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那个多吃水果，多吃维他命，还有多喝水。在路上你已经讲了800次，我都快要背起来了。一如啊，这些话你必须要习惯啊，因为以后不只是你老公，我也会一直盯着你，直到小 baby 出生为止。哦，你们都只爱小 baby 不爱我。哎，是的，下午我准备几个菜，你晚上来接易如的时候顺便带回去，回家就不要做饭，好吧？爸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晚餐就留在这边吃。啊，这样子啊？嗯，这样好吗？你一天到晚回娘家来吃饭，这你奶奶跟你妈……哎，奶奶很开明的，我待会跟他们讲就好了。那好。去上班，哎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老婆、我的女儿，还有你的小 baby， 我都会照顾好的。去去去，好啊，谢谢爸。嗯，老婆，记得哦。好啦，吃水果、喝水，还要吃维他命。去上班。拜拜。哎，哦，天哪！爸，嗯，一样是沙发，但家里的这套沙发就是比较好坐，这味道好香哦。嗯，多吸几口。哎，爸，嗯，虽然是的，他们一家人真的都对我很好，超级好的。嗯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就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客气。那是人家疼你。哎，想不想吃烤苹果？你今天有做烤苹果？有啊。哦，难怪我刚刚一进来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味道。我本来还以为我是看那个书上面写啊，他们写说孕妇在怀孕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嗅觉的那个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是真的。想吃吗？呀，来，去看看啊。走。还要再等一下。好，那我坐在这里。你不要嫌爸爸唠叨。过去你拼命的工作，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但是你现在有小 baby 了，你要收敛一点啊，不要让我还有那个傻女婿担心。爸，我知道，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坚持说我要去公司上班啊。我知道这个孩子是我跟世德爱的结晶，所以我一定会用尽我全力去保护他。怀孕、大肚子，那都是你妈。那种辛苦呢，我并不是真的经历过，所以我并不是真的知道你现在需要些什么。答应爸爸，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爸爸来做，或者要爸爸帮忙的，尽快说啊。好，我真的有一件事情需要爸爸帮忙。那就是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等着当你的外公就好了。那些带我去吃东西啊，帮我买东西啊的琐碎的事情，我找我老公就可以了。哇，杨先生，你是想要当 Superman 啊？不
如果你要当 Superman 的话，那你要把你的内裤穿在你的裤子外面，然后到电话亭里面去换衣服。你 OK 吗？嗨。哎，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恭喜你！听说小小总经理已经六周大了，真不愧是总经理，才结婚半个月，小孩子就六周了。Angus， 小孩子长得比较快啊。蓝副总，现在是上班的时间呢。总经理，等我一下哦。走，你看到总经理生气了，就跟你说不要这样搞，我要被砍头了。不怕不怕，有我在。是的，你看你的小 baby。 上班上班，你是不是早就要开 party 啊？疫情，你要去哪里？上班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宋健啊，蓝总经理请签收。姐夫，你干嘛板张一臭脸啊？你没有看到他们看到你就像看鬼一样吗？你姐夫不开心在发脾气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开心？办 party 就是要开心啊！现在不是 party 的时间，现在是上班的时间。办 party 又不会一整天，杰怀孕，他们跟我们一样开心，所以才帮你庆祝啊。那是代表他们很重视你。像是我的话，我不在乎的人，我才不理。哎呦，姐夫，你这样不行哎！你这样板着一个冰雕脸，你知道小 baby 如果看到的话会怕怕。我说过你笑起来很好看，来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太假了！你是不是小 baby 很敏感的？他们是不是真心，一下就会感觉出来？你这样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快快！试想一下，把他们当成你的小 baby， 发自内心的露出你慈父的笑容 ，Come on。那么好笑吗？逆晴，你饶了我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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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错。OK， 谢谢你们为我做这些。要不然这样好了。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，OK？ 拜托，你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们小小员工的心了。快过年嘞，有什么比多发放一点年终奖金更能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呢？是不是？蓝总经理，你说呢？
我知道了。南副总，交代那个会计部加发一个月的奖金。这个是谁画的？小。是总督。很可爱啊。谢谢总督。可以送我吗？真的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谢谢总督。谢谢你啊。那我应该是说谢谢你们。OK， 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工作啊 ，go。OK， 工作。那我就先走喽，拜拜。拜。哎，请，等一下啦，还有蒋总。不是。是在想啊，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？屁，在挖角我？Angus， 阿飞，疫情，外面天气有点冷，虽然没有棉花糖可，可是喝一点咖啡也不错。谢谢 Angus， 你对我真好。操你妈！哎，你还好吧？你手烫到了。不会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只要像这样甩一甩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你还活着吗？还可以。你还要再喝一杯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不用。那我喝好了。什么时候再去跟龙昌开会啊？今天。不过对方说因为一如姐没来，所以改天。一如姐没来就要改天，那还有我们啊？可能是对方经理都是在跟一如姐联络的吧。来，大家到圆桌集合，紧急会议开会，来。是这样，我们接下来呢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风华街的案子绝对会帮他们处理到最好。还有，以后杨经理手上的 case，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，现在开始都由我、小伟、素梅、康叔来负责。我们要想办法让客户掏钱出来买单，知道吗？那这样，一如姐她做什么？不要吧，蒋风华会倒啦！你干嘛跟小公主拆伙啊？对，老板，我们公司不能没有杨经理啊。因为杨经理最近出了一点事，他闹出了一条人命，所以我让他去做一些他该做的事，但不包括上班。出人命是吧？哈哈哈！小公主要升格当皇后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小公主一如姐她有了？有了！哎呀！太棒了，果然是杨经理的个性，既迅速而又有效率啊。有效率的应该是蓝世德吧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送一如姐什么礼物啊？我们家小宝好几件好漂亮的衣服可以送给他啊。对，人家常说啊，小孩穿旧衣，你说他斗衣比较好带。对，那我以前吃过的那个奶嘴还在，我也可以拿来送给他。对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。小伟，那你去跟龙昌说，我等下要去跟他们开会。哦，素梅，你帮我准备一下资料。那不然。OK。老板，我
我做什么？康叔，当易如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们公司的精神支柱。你帮我泡咖啡 ，OK？ 啊 ，OK， 哎，我会多放点奶，你可以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。好。哦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 喂，爸，今天晚餐让我来处理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我就输你一点点而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没什么敢保证，这个我可以保证。好，好好，拜拜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。 爸，那酱爆肉之后是不是要加点米酒啊？对啊，那最重要的是起锅之前下点乌醋。乌醋 ，OK。孙子明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要在我们美女医师面前露气丢脸啊！哎，一个男人最怕人家说他什么，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啊，你是沾了医生的光，有的事就不错了，还嫌呢。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跟你吵。 但再怎么样，你手艺也没有爸好，什么沾光啊！我再怎么样，也比你那只有一根菜梗熟的菜能吃好吧？哎，给我个盘子。好，我现在孕妇，我不跟你吵，我让你。哎，不过彩蓉，等一下你陪我一起去药局买个胃药，好不好？我可不想让我的小 baby 危险。是是是，我跟你讲哦，买那种就是帮助消化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太好吃，你们吃太多，胃会不舒服。你就是没有自信。 不是有没有自信？跟他比，那小孩子都能赢吧？喂，姐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哎呦，你回来吃饭不跟我说一声的，我是要听姐夫说我才知道，就知道你爱姐夫不爱我啦，哪有啊？哎，秦明哥，我有看错吗？你今天不是来要饭是来做饭的？ 哎呀，爸，你要不要管管你两个女儿的嘴巴？嘴巴这么坏，这样胎教好吗？只有对你才这样。Hello， 彩蓉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要进入你们家厨房，因为我们两个想说，既然要吃饭，不如就大家一起啊，而且刚好可以庆祝易如怀孕。 我们呢 ，so hot so sweet。 哎，爸，嗯，我等一下那个雪菜百叶是要先爆香蒜末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好好。最重要的是，下雪菜的时候要炒得快一点，不然会变黑啊。哎，好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哎，好好好，来，你帮我洗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来，记得试一下咸度。好。哎，你现在这样真的很像居家好男人呢。 我甩开艾米雷，居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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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石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病人突然有事，所以我要赶快回医院了。哦，要不要找他？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有开车。哎，啊，明医生这么辛苦，随传随到的，这样作息都被打乱了耶。我想以后可能有要等生病才能看得到心爱的医生了。杨姨，请过来坐下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妹她年纪小，讲话都不经大脑，不要介意。没关系啦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我邀大家吃饭，然后自己要先走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医生就这样嘛，只要病人一打电话来，就一定要随传随到。我送你。
那我先走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拜。刚刚姐夫说要送，他就说不要送了，秦哥还硬要送，啊！你说他是不是想出海啦？这样子主动出击，成功。看来启明对彩荣有感觉了。很好啊，那就等待他们的好结果吧。好，继续煮菜。煮快一点，老公，我好饿。今天真的非常抱歉，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品尝你做的菜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们医生不就这样吗？不管在做什么事，只要有事就要马上离开，不是吗？一定是这样的啊，只要病人有事，医生一定要到的啊。我知道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彩荣，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哎。你以后不要把感情放在我身上。强迫你要接受我的感情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只要当好朋友就好了。是，我们就只当好朋友。除了朋友以外的，我再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你会突然这么说啊？先接吧，打得这么急，一定是有事。喂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也可以了，生命在变成天空地，在天空不会天上自己。辛苦了。现在总共5分27秒。哎，对对，大显身手，收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雪茄帮我洗好没有？帮你擦好了。哇，果然是一起睡过大江南北的小宝贝。嗯嘛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, too, 不要再提了 ，OK？ 大家都一家人，怕什么？哎，尤其是你们两个，太过分了吧！你老公、你姐夫在那边炒菜，就你们俩坐在这里，能不能去帮忙摆个碗筷什么，发挥一下大团结精神嘛？哎呦，好了啦，只不过吃了一顿饭，拽什么拽？不对吗？吃一顿饭啰里吧嗦的。我是好不容易可以让大家靠我吃一顿饭，所以我当然要拽啊，对不对？动作快嘛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启明，好，你今天晚上啊，留晚一点。陪我喝两杯。喝酒？那有什么问题？你该不会是想要跟我聊那个阿平吧？你这孩子真是，哎。好，你放心放心，我等一下一定陪你喝，然后我会把我毕生的功力啊，一次全部传授给你。你的功力啊？啊。不必了。哎，世德，哎，今天顺便有花枝，我教你怎么处理的花枝。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。不要不要，毛病。嗯，这花枝是不是都是套丢啊？
花枝是花枝，套秋是套秋，花枝比较胖，套秋比较小，比较长，知道吗？嗯。这个首先呢，我们是哪一只了？胎儿四十天时，胎盘逐渐成型，流产几率低。十八周器官几乎都成型，可以感受外面世界。24周眼睛长好，可以张开眼睛，并在24到25周时有听觉。有听觉。25周有听觉。记得要讲故事给 baby 听。动手比动口还要快，我没有看清楚那个是你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就这样就。哎，没事了，老公我很强壮了，只是我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为什么孙启明一直警告我说你的身手快、准、狠。啊！叫我皮绷紧一点的。哎呀！我以前在家都是这样帮杨一晴打蟑螂的，看到蟑螂这样飞很紧张，所以就先打。好了，是我太紧张了，你刚刚尖叫声音让我吓到了，所以就闯过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跟北冰没有吓到吧？没有啦，没事。那就好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擦药。小 case。好。啊。你要干嘛？对，想录刚刚那一段很精彩的那一段。啊。妈咪哦。啊，蓝爸爸刚被妈咪打了。啊，这边，这边。你很爱告状哎，不要连这种事情都跟 baby 讲好不好？你看。你把小鼻子、小眼睛的字都要告诉你告状？我没有在告状，我是说事实的。你不要这样子破坏我形象啦！没有啦，我啊，我是想告诉他，我很开心成为你的沙包。这边你看 ，Oh my， 嗯，哦，没有没有。好的，你沙包。我去睡觉了。哦，晚安。姐有交代，你们两个不可以喝太多，尤其是晴哥，爸，你要帮他看着，不要让他喝醉，到时候又被抓去警察局，就好笑。拜托，上一次是因为那个蓝士德硬要刷他才这样的，好不好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这才是。啊，去睡觉了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哎，爸，嗯，你这女儿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啊，永远长不大一样。你以为比她大多少？你们两个才像小孩一样，天天斗嘴。爸，你为什么会突然间约我喝酒？你该不会真的要跟我聊那个阿平吧？对对，你别乱说话，我是有正经事要找你。啊？嗯，你刚刚在楼下跟何小姐是不是说了什么？
我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你，而且他努力的想要接近你。我拒绝他了。嗯，我叫他不要对我有任何的期待。你就这么直接的拒绝他？嗯。你为什么那么做呢？是因为你心里头还有易如？啊，不是，易如对我就像我们这样的一家人呢、啊，是家人了嘛。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他？你不喜欢他？这喜欢跟这种喜欢不一样嘛，爸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了，你还是介意医生的工作是不是？哎，启明啊，其实人家何小姐呢，也许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爸，我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好医生。嗯，就拿刚刚来说好了，一接到电话，全世界的医生都一样，不管你在做什么事，你一定要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，直接到医院去。他们的病人永远比他的家人还重要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我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的家会像杨家一样那么的温暖，而不是只有背影还有疏离感。不是每个医生都跟你想的一样。我未必你更执着。